好，这里是东南亚服，刚刚东南亚服刚刚更新到了196的版本。那么先来看它的这个 Rise 版本第二次更新它的箱子，它跟之前还是一样，它是送了一个 BB 的 Navy 箱子。它里面有两个八格的选择栏，七个神奇还原器，七个护身符，两个成长密钥，然后两个清香成长密钥，还有七个两倍经验值券，还有七个特殊荣誉勋章。然后它这一个选择栏还是可以选择仓库的。它这边卖的是，它这边卖的选择栏是不会增加仓库栏，它只有送的才可以增加。然后暴风成长密钥可以账号内交易，账号内转移。然后神奇还原器，它这个券是可以交易，可以交易，但是你使用了会变成 cash 道具。不知道能不能写成 legendary 啊？没有。